壁垒啊。兄弟们，来，现在是宝宝降级。为啥降级？他属性点加的不对。好啊，兄弟们，来一把秒升180级，吃一个月华好像不行啊。高敏不要高敏啊，呆瓜特意说的不要高敏。别叭叭了，这号最后还是传统法被要。哎呦我操，兄弟，我本来想喷你的了，但是我觉得你不是。对不对啊？不是不懂啊，你不是停在了从前，你是看到了过去。能加高敏多加水，这些宝宝不加速度。就是这么说吧，花椒流水加高敏的杀人力皮，我们有50只、30只，区内有100只，有的是，不要，要一本高仿。哟，那天炮哥打监控你看见了吗？他的力皮可以顶住一刀的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这种进阶是找自己人还是？哎，自己进一次，兄弟们，是不是自己进一次？然后万一一次成呢？我操，一次就他妈力破！哎，一次力破，但是力破240满啊！哎，力破的负面效果最低是多少？最低吗？没有最低啊！滚犊子！它有个红字，红字的10%几。洗力破锁不锁？锁的话大概多少钱？锁的话要2000。傻逼！我他妈才不锁，宝宝才他妈多少钱？垃圾！干他！先到，克制目标5星值，造成伤害结果提升5%。这个特性他妈就是来骗大家钱的。感谢流浪的打工仔，谢谢文远哥哥的10个紫水晶。好出啊，200了，力破240满，对召唤兽的红字减少6%，应该最低了。召唤13%，哎，挺爱出的啊，什么瞬击也该出了，灵刃，看我就知道啊，这宝宝。就是一只上进的宝宝，特别爱出。他知道自己是个垃圾啊，他知道自己是个替代品，知道自己是个备胎，知道自己不主流，非常的卑微，非常的好出啊。啊，我擦，礼物能看到，问你机器资源看不到吗？啊，兄弟，你看一下刘洋，在咱们直播间3号麦或者2号麦上有个微信号，加那微信号就能看见了。又他妈天道，天道太傻逼了。
240，6%极限，我操，就这特性也不难洗啊。